主料，蛋糕粉55克，辅料，鸡蛋3个，玉米油25克，酸奶45克，盆20克加40克，蛋白，蛋黄分离，放在两个盆子里，蛋黄盆里同时放入油、糖、酸奶一起放入盆子，用手动捣蛋器搅拌均匀。分两次筛入蛋糕粉，拌匀，放在一边备用。打发蛋白，最好用电动打蛋器，先慢后快，分三次加入40克糖，至干性泡发。蛋白三分次拌入蛋黄，用橡皮刮刀，类似拌法或小捣的搅拌方法。倒入六寸模具，烤箱180度预热，放入烤箱160度。10分钟后140度 ,30 分钟立刻取出，震三四下倒扣晾凉脱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